为什么？因为可能是我，我下一个我的对手是小日，是是。还记得这个在央视赛后采访中险些脱口而出“小日本”三个字又憋回去的运动员吗？二零一四年亚运会细雨缠绵赛场，薛长瑞力压日韩夺取撑杆跳冠军。腼腆,腆的男孩撑起了自己的梦想。他是两届全运会冠军，更是撑杆跳项目上的一届王者。十年跳高生涯寂寂无闻，一招抗日天下之。 他的天空没有极限。本期体育观察为您讲述跳高项目技巧王者薛长瑞的故事。二零一四年仁川亚运会如期举行，在男子撑杆跳这个项目上，我们的主人公薛长瑞大赛经验不多，但却以一己之力频繁打破个人纪录，杀入决赛中。在决赛中，他将面对以日本选手泽野大地为首的等一众亚洲高水平运动员。泽野大地更是作为男子撑杆跳项目的日本纪录保持者。 这名日本老将的实力可以说是不俗。来到决赛现场，每名运动员有数次的尝试机会。可惜天公不作美，在决赛打响的时刻，一阵阴雨袭来，整个运动场笼罩在乌云之下。来自各国的运动员们即将展开一场视觉的盛宴。来到第一跳，我们的薛长瑞选择了五米四五的高度。虽然天气环境不佳，但他仍然以高水准完成了这一跳。压力来到其他选手身上。 作为老将的泽野大帝登场，丰富的大赛经验让他选择紧跟其后。他选择了和薛长瑞一样的高度，并且稳定完成。来到第二跳，泽野大帝直接将高度上升了十厘米，来到了五米五五。这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高度。随着泽野大帝持杆起跑、撑杆起跳，他成功在恶劣环境中将五米五五的横杆越过。这一跳完成的不可谓是不漂亮。 一次性的成功让其余选手都倍感压力。韩国选手随之登场，但挑战失败。这意味着，如果下个登场的中国选手薛长瑞无法冲击此高度，那么夺金的资格将失去全部意义。比赛进行的很快，中国选手薛长瑞选择了同样的五米五五的高度，在场观众不由自主的为他捏了一把汗。他可以成功越过吗？ 二零一四年亚运会如期举行，随着中国选手薛长瑞的一声怒吼，金牌的争夺充满了悬念。前一跳，日本老将划开了与其他选手的差距。在韩国选手失利后，薛长瑞选择了同日本选手泽野大地一样的高度。站在起点的薛长瑞感受到了现场炙热的目光，面对压力，他持杆起步了，步伐很稳定，加速再加速。随着薛长瑞的奋力一跃，他成功了。 薛长瑞面对重任，成功越过了五米五五的高度，这让前妻提前为自己祝贺的泽野大地脸上挂了一丝尴尬。在空中，薛长瑞举起双手示意，更是在落下后挥摆着双拳仰天长啸，让我们祝贺他。最后，中国跳高运动员薛长瑞凭借着更高的完成率，击败了以日本选手为首的一系列亚洲高手，成功摘下金牌，实现卫冕。 但戏剧的是，在面对赛后央视体育记者的采访时，当问到薛长瑞为何怒吼，薛长瑞回答道：“可能是我，我下一个我的对手是小，日，是是。”立刻的改口略显尴尬，但夺冠的欣喜确实跃然脸上。反倒是这一下给体育记者整不会了。不过大家懂得都懂，也正如此，薛长瑞这个高情商名场面成为了中国运动员们抗日的开端。在一众中国运动员的奋勇拼搏下。 如今的金牌数越来越多，让我们为中国运动健儿们点赞。那么，面对日本选手，带上抗日 buff 的薛长瑞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薛长瑞，一九九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出生于山东济南，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山东小伙。得益于父母的培养。 从小开始，薛长瑞就接触了跳远、跳高的项目，而逐渐长达的路上，薛长瑞的天赋也慢慢显现。挺拔的身高、优秀的运动能力，显示着这个小伙子是一名不可多得的运动健将。在小学毕业后，薛长瑞输送至当地体校学习田径项目，但可惜的是，在一次三级跳比赛中，他的腰间盘出现问题，就此开始改练撑杆跳远。 历经数年，他来到了山东省工体队，走上了正式的职业运动道路。跳远、跳高两个项目同时进行的薛长瑞，总是可以用较为优异的成绩站上领奖台。在一次次的突破后，他终于选定了自己的发展路径。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举行的全国田径锦标赛男子撑杆跳决赛中，他以五米六十的成绩获得亚军，同年便被授予了国家级运动健将的美称。他的天空没有极限。 一次次撑杆突破高度的背后，是他成倍努力留下的汗水。时间来到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，在全国室内田径北京站决赛中，他以五米四十的成绩夺冠。而后同年六月份杀入本届比赛决赛的他，以五米六五的成绩力压群雄，获得了本届全国田径冠军赛的撑杆跳第一。在国内比赛中打开局面、频频夺冠的他，也披上了红色战袍，为国家而战。 而他的队友还有我们熟知的龙吸水创始人张国伟，在二零一四年二月五日法国室内撑杆跳赛场上，他以五米七十五的成绩夺冠。三个月后，又在国际田联世界田径挑战赛跳出了令人震惊的五米八十，一举打破由杨雁胜保持了四年的撑杆跳纪录并夺冠。也正是这一年的九月二十八日，在韩国仁川亚运会上，他以五米五五成绩摘得桂冠。 成为赛后采访泥石流的存在，也令他同步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之中。而这已经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七个年头。在后续的几年时间内，薛长瑞开始打破自己撑杆跳高的纪录，频繁夺冠。二零一六年八月里约奥运会撑杆跳决赛，他就此一跳成为世界第六。二零一七年八月九日，伦敦田径锦,锦标赛举行，薛长瑞在决赛中跳出了五米八二的超高水平。 创造了新的全国纪录，排名位于第四位。同年全运会上，薛长瑞以五米六零获得男子撑杆跳的冠军。历经数十年，薛长瑞从籍籍无名的小将，长成了国内男子撑杆跳项目天花板的存在。在赛场下，他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，事业爱情双丰收的他，自二零一八赛季结束后，很少出现在荧屏之中。这位天空无极限的运动员，或许已经悄然退役。你喜欢这名有趣的撑杆跳运动员吗？ 健儿在赛场上拼出血性才是最值得的。作为国家级的健将，他们的道路还有很长，让我们为中国健儿们点赞。本期体育观察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您认为薛长瑞是中国跳高界的天花板吗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评论区讨论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为我点赞、关注我，了解更多体育资讯。